红色的是墓穴，黄色的是墓坑，这些都要背到避难山屋。准备将这个墓穴跟冥坑运送到避难山屋了。你们是阿细，我负责的是，但是我们的陈伟、关比豹，还有我们的阿南 ，Focus， Let's go， 熊出没 ，Focus。好啦，我们终于来到库坡这一段了。今天天气非常好。我们终于到达我们的避难山屋了。再次介绍我们熊出没的阿信，再就是我们的阿南。爱情怎么了？陈伟，自由，再加上我自己，志龙，熊出没 ，Focus。